利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利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咁啊，第二節翻嚟啦。咁啊，阿泰哥，咁啊，之前咧九展係咪話要重建嘅計劃嘅？係啊。咁啊，咁啊，依家就話啦。咁啊，由於最近嘅市道非常之差，咁啊，太多啲寫字樓空置率太高啦。咁啊，搞到連九展重建計劃依家都話會大減八成，你冇聽錯，係八成啦。咁啊嘅隻商業樓面，咁啊話説，咁啊政府差估署去到上年年底嘅數字啊，觀塘區咁啊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去到18.7%，咁啊平均香港全港就14.9%。咁啊，所以九展嗰啲，唉，我哋都即係唔同起，重起時候都唔起咁多佢甲級嘅寫字樓，咁按租起多啲咪即係仲大鑊？嗱，你唔起咁多寫字樓，即係起咩？改用途變住宅，話知佢起咩啦？但佢唔想起一啲設計嘢咯。唔係，我擔心佢就係每一陣私商授受之後補幾多地價咩呢啲嘢，我哋睇多一步啫。你明唔明啊？同一個地方。那個地方是基本上你話重置是一棟嘢嚟噶嘛，九展本來一棟嘢嚟噶，唔係一個地皮嚟噶嘛。咁你點樣中間可以揀到呢？我變牙籤樓啊，變細棟啲啊？呢度係商業樓宇，呢度貨倉，呢度咩啊？即係呢啲唔係佢説了就算，淨係佢放風俾政府。喂，我哋要傾傾喎，可能變酒店，可能變咩喎？咁我唔該你政府又係。跟足啲嘢做啦。咁譬如佢好似話嗰啲咩混合工作模式，咁我唔知啫。就算香港工業都更加唔使搞啦嚇。混合工作模式，你不如我嚟起咩簡立簡字居屋公屋嗰啲咁嘅嘢。屌你咁講而家。我哋再睇佢啲相啦，咁即係哇嗰啲數據差到咧嚇。咁啊雖然不過今日恆生指數跌翻400多點，再睇多佢幾日啊，再睇佢啲相。大減八成，你睇到佢係一棟過噶嘛？嗱，佢呢度佢哋見到啦，咁啊呢個係即係雜誌社咁啊做嘅佢調查咁啊發現啦，咁啊香港五月嘅吉咧誒吉咗幾多啊？吉鋪嘅比率啊，咁啊就依家就去到12%，咁啊就港島方面啦，五一黃金周幫唔到你啦，啲人放煙花屌曬鬼，咁啊就無助市場。九龍咁啊亦都越嚟多店啊，咁啊都要係即係離場，包括一啲即係元祖級文青店啦，新界無人店咁啊無人店即係嗰啲夾公仔嗰啲，即係唔需要請職員嗰啲啊，就反而就多啲街市變死場。好啦，去翻頭先嗰對嗰張先啦。咁啊，佢平均咁啊就講咁啊嗰個比例最嚴重咁啊港島去到15%，新界都14.5%，九龍就好少少啊，就8% 啊。咁啊講緊喎，即係佢哋抽啊。咁啊所謂嘅咁啊無人鋪都係嗰啲，即係譬如你影嗰啲即係自拍嗰啲，之前我已經好影貼紙相嘅。啊，估唔到依家都仲有。咁啊夾公仔機啦嚇，咁啊呢啲即係你慳翻少少皮先啦，純租金都係貴嘅，咁啊慳翻啲人工先啦。咁啊嗱，再睇哇嗰啲啊越近咁啊即係深圳嘅就越大鑊啊，葵港我哋好中意去啊。葵港出嚟。葵港都大鑊，吉鋪嘅比率升到11.9%，天水圍平欣商場更加唔使諗啦，咁近上邊咁啊即係咁啊。十零分鐘就可以過到去啦，47.6%，即表示行到一半嘅商場好多都空嘅。元朗有新街都7.95%，再睇多一張天水圍真係重災區，佢抽查喎，你抽多啲元朗啊、上水啊、粉嶺嗰佢嚟睇啦，我估全部都差唔多40多%，天水圍街市吉鋪哇咁啊42間19間吉嘅45.2%。五月再升多單，去到47.6%。咁啊，頭先亦都講埋啦，平欣苑嘅街市又係變死場，40多-50%。我又想問一下阿湯文亮，你呢下又可以點樣吹咧？喂，呢啲真係依家大家直不上去消費啊嘛，連即係買超市貨品、街市嘅都係不上埋，越近大陸越方便上去嘅就越死。咪最恐怖的一樣嘢就係話喺3-4年前啊。大陸咧就係、是、譬如啲街市，就算我呢、這個就算我呢個咧喺呢個小西灣嘅街市嚟講啊，係一車車旅遊車咧，係車啲遊客咧，或者自由行咧嚟參觀領展嘅街市嘅。因為第一佢覺得佢哋乾淨啦，個擺設啊、設計啊嘅嘢啦。
咁結果咧就令到領展嘅街市係變咗點咧？我哋柴灣嘅居民點咧？本來我哋係賣賣啲真正本身去街市買嘢，撲街結果係點咧？變咗就係好多食店變成食店，即係賣魚嘅可能變成一間雲吞麵鋪，喺個領展嘅街市裏邊，好似係建華管理噶嘛。咁然後咧就賣越嚟越多啲海味鋪喺嗰度賣，即係講三四年前啦，即係三年前到。香港嘅經濟係咁嘅，而你頭先講最吉嗰啲鋪頭咧，就賣得最貴。上水啊、天水圍啲藥妝啊、化妝品啊，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三年之後會變到調翻轉就係大陸嘅人唔落嚟買嘢，香港人嘅上去買曬嘢，有冇諗過呢個經濟現象係點咧？其實我唔係一個專家，我唔識誒話俾你聽，而家好大條道理講出嚟，到底係咪溝到？本身喺香港嘅中產，好多都已經可能轉移陣地喺咗英國啊其他地方，即係本身係對健康好著好認真啊咁嘅嘢。而大陸係咪因為佢哋可以容易入口好多咧？以前係嚟香港買咩咧？買好多健康食品，因為驚大陸啲健康食品，即係啲生魚丸啊咩，即係呢個我都想大家去分享一下到底，即係個問題就係話。是不是大家都已經不怕假貨或者中伏或者所有的東西，或者第一香港本身你藥房買的都已經很多假貨，以前是要來買一件東西嘛，都很多人中了招的時候你要騙我錢，跟變兩啊，兩日又變錢，這些他不會再來第二了。你可以看回上面經濟都不好嘛，你說買這些健康食品不便宜的，因為我很簡單，他沒有錢買的，現在在尖沙咀見到這個同仁堂的那個叫什麼牛白那個叫什麼丸，中風吃好的，安宮牛黃丸，安宮牛黃丸，喂，我十幾年前在即係十幾廿年前在北京嗰陣時去買都說已經要600元人民幣，要500元一粒，哇，他現在說什麼600多元港紙買一送一，我記得我去過一間靚啲嘅賣靚啲食品嘅度，有信心嗰啲都賣過千蚊一粒噶嘛。同埋咩咧？阿大哥時勢逆啦，咁啊仲有斷網購咧。咁即係而家好多都唔去實體店噶啦，譬如大陸尤其是添啊。咁啊佢唔係佢專跟話過嚟買啊嘛。譬如你香港又係我哋冇錢啊嘛，佢上面啲嘢平啊嘛，驚咩假貨啫？我最驚冇錢，假貨都未必佢咁驚，咁啊咪係咁上去買咯。而你可以見到就香港佢依家咁啊，去到咁嘅情況，咩759啊、日本城啊、亞信屋啊嗰啲，全部都壓曬咁嘅。諗下連粉嶺咁啊，即係惠康都要執嘅，冇噶啦。咁啊，你再問香港政府嘥，甚至你話樓好啦，十大屋苑嘅成交連續三個禮拜都係個位數。嗱，雖然新盤咁啊話升咗唔少，但係新盤尤其是啊，洪水橋咁啊，長實咁啊旗下嘅咁啊新盤貨尾星期日咁啊減價再推出28伙。結果當中啊，咁啊，淨係賣出6伙嚟，而其中賣翻15伙咧，係有塔訂嘅，只不過28伙推出嚟，有15伙塔訂，啲人唔撚要啊，咁啊，寧願俾你殺咗啲咁啊部分嘅佢訂金，再推出嚟28伙都得6伙賣，佢仲要已經啊係即係劈咗價啦，甚至話俾即係兩年半前啊劈咗差唔多成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接近佢20%，咁啊都係嗰啲成交都係咁低。咁啊，初初係設立啊，係啊，頭兩個月係咁慢慢升啦，佢成交量，但係都啲雪人個案都比例都不斷佢上升嘅，咁再加埋呢排十大屋苑啲二手嗰啲都係唔掂，一手嗰啲就算有得賣都係要劈價，或者所以二手樓之後就塌訂。我有時經過維園即係個天后站出口維園嗰扎咧，都啲地產已經。執得一間得一間嘅，你以前嗰度好多。以前成行成市啊，一條街10間鋪，6、7間都係佢啲鋪啊。而家真係執到咧，真係7788啦，已經真係，因為你基本上就話，喂，我一手樓仲平過你二手樓咁滯，點要點解我要買啲幾廿年嘅樓嘅啫？咁仲有啦，咩施永青咧壓曬救命，你就知㗎啦。即係平時佢寫文係咩方向咧，就知佢即係嗰排佢啲生意點。咁我哋再睇一張相啦。阿泰哥咁啊，即係咁啊，上個星期啊嘛，港超咁喺青衣場咁啊，
流浪就主場就對港會贏2-1，踢到下半場咧，突然間烏燈黑火，停咗電，停即係停咗燈十幾分鐘。即係啲康文署嘅場地，我想話你政府連咁少嘅事，你都係搞唔掂。唔係即係等於曾俊華話你掂唔到燈咁啲嚟啊！啊！就喺度咧，我突然間美國佢中心啊，突然間做緊咁啊，人哋啲歌舞劇開曬燈，但熄唔翻啲燈，黐線！唔係呢個令我好笑一樣嘢咧，你即係可能呢啲比較少，你知唔知香港啲賭波人咧就好記得咧，同埋好忌一樣嘢咧，即係你冇賭波啊，即係好多時以前嘅英國波咧，其實好國際嘅賭波集團噶嘛，係喺同好多時咧。下半場咧就會剪電纜，知唔知呢啊？剪電纜喺以前嚟講咧，剪電纜即係上半場打完之後，下半場開波幾分鐘就剪電纜咧，咁就會跟嗰個賽果就係殺你贏輸。咁而家咧澳門都好啲啦，即係如果未打夠90分鐘未成咧，咁你發覺近來嘅而家咧就好少話會突然間咧打打波咧會熄咗啊，熄咗電啊，所有嘅嘢。咁所以你我相信港超聯未到咁犀利嘅，即係話俾人剪電纜嗰啲咁嘅。咁但係啊，康文署甩碌咧就唔係第一次噶啦。一係就熄唔到燈，一係就開唔翻燈。唔係我以前 book 康文署嗰啲即係嗰啲場館啊嗰啲咁嘢咧，都試過咧，就係、是、以前即係你嗰啲社區會堂嗰啲，應該係康文署關事噶嘛，租噶嘛，租又好，區員免費book 又好啦。唔止一次咧，做下你嗰啲譬如唱歌又好，做活動又好，都會響警鐘。係問嗰、那個問嗰、那個管理員。佢會係唔知啊，唔知我 check 下啦，我 check 下啦咁樣。喂，屌你同啲老人家喺度做緊聽緊戲曲又好咩都，你突然間響警鐘，佢走唔走好啊？我顧唔顧都好啊？你堅定留定啊？係好啊。Common 處呢樣嘢真係要檢討一下，就係話你嗰個消防鐘成日都會突然間唔明，即係我嗰20個月嘅區議員佢唔係成日租到，我都試過兩次。咁何況你話熄燈咧，即係基本上嗰樣嘢就係話。唉，所以你楊勇雄又睇下啦，又嚟咗飯啦。我嗰一單即係咁啊 case 引神公分咧，著下張相。好啦，健行亞洲哇咁啊，開正名噶咯。啊咁啊，大陸啊咁啊，大銀行之一咁啊，建設銀行。話説一名曾經喺中國建設銀行咁啊。咁啊，任呢個助理副總裁嘅韓國瑞嘅女士，咁啊，即係咁啊，大致知韓國瑞都係通常都索過啦嚇。好啦，上禮拜歧視嘅，上禮拜五唔係索都係歧視，索係讚美喎。即係你淨係話，即係你覺得佢一定係咁，中國嗰啲唔索咩？咁我話佢通常都索，唔代表其他地方唔索噶嘛，係嘛？中國啲點會唔索？唔係韓國索咧就係千二 B B 唔索啊！佢個咁大對奶，突然間我未食飯啊！對唔住，我未食飯。但係韓國係有一樣嘢就可以有加工呢、這個好出色係事實嚟嘅。係啊，咁啊咁係咁啊，上邊就係用 P 圖，韓國就整容。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勁喎，因為佢係一個即係助理副總裁喎。嗱，我講下佢個案情先啦。咁啊，呢位即係助理副總裁嘅韓裔女士啊，上星期入禀區域法院。咁啊，就話當時任職即係總經理嘅前上司就多次性騷擾佢。包括一啲咩咧？咁啊，摸佢嘅大髀啊，摸佢 pat pat 啊，等等。咁啊，後屘去到最後頂唔順抗拒，冇耐就俾人炒啦。咁啊，話説咁啊，呢個即係咁啊，申索人啦，就喺2023年2至8月期間，哇，即係半年多少少啫喎。咁啊，喺中國建設銀行嘅交易銀行同埋資本市場分部啊，擔任助理副總裁。咁啊，被告咁啊，即係佢上司咁啊，就係交易銀行部嘅總經理同埋主管。咁啊，亦都係佢直屬上司。好啦，第一次發生性騷擾就幾時咧？上3月16日朝頭早，嗱，當時佢哋喺金鐘一間律師事務所咁啊出席會議，可能大家有啲嘢咁啊合作要傾啦嚇，一齊行出辦公室嘅時候，突然間呢個上司手指篤佢 pat pat， 我黐線啊！不指示，我寫到黐線。咁啊篤 pat pat， 咁啊咁啊呢個即係佢嚟曬追律師。一兩分鐘喎，即係咁樣，哇！咁啊真係變態，因為佢初我即係上司係咪故意嘅咧嚇？咁啊而且話呢個佢第一份工作，所以當時唔敢出聲。
好啦，咁啊一個月佢之後，四月六號或者一個月都唔夠。第一份工作就遇到咁啦，哇！但第一份工作都可以做到呢、這個，我想問呢個問題，助理副總裁個腦係咁轉下轉下，係咯，咁啊助理副總裁啊嘛。咁啊，唔知係屬於即係幾多錢？基金經理嗰類嗰啲嗰類咁嘅，唔知道係咩啦。咁啊，應該唔算好高嘅啫嚇。咁啊，好啦，佢上司咁啊，第二次係點咧？咁啊，又去開會。今次澳盛銀行咁喺嘉利廣場嗰邊咁啊，就開會。好啦，經過和平紀念碑附近嘅馬路，咁大家知邊個位啦？今次咧唔係用手指啦，今次就即係鐵砂掌，用手掌摸佢 pat pat。咁啊，然後你摸佢 pat pat， 咁啊，嗰條女就望住你啊，一望住你嗰、那個上司咁。即係繼續摸住咁笑喎！哇！即頭係即黐撚線，我係明摸你日吹啊！咁啊扮曬冇嘢，咁啊然後啊咁啊再問啦，喂，咁啊呢個星期尾有啲咩做啊？咁啊佢話啊我有約會，咁啊希望對方知難而退啦，即係請咗食檸檬，同埋希望暗示到我有男朋友嘅，你唔好再咁樣掂我啦。點知啊咁啊第三次佢話仲係三月中至四月底多次嘅。就要求你喂咁啊，下屬嚟我辦公室一嚟嘅時候，碌啊咁啊就即係先咁啊，即係閂咗房門，然後你坐我側邊啦，一路坐喺度傾，一路傾偈咁樣，又摸下佢塊面啊，咁 Q 樣嘅，黐撚線啊！好啦，咁啊第四五次咁啊就係韓國就公幹，搭機場的士去酒店佢期間咁啊又係啦，咁啊搭的士啊嘛，咁啊坐側邊啊，又咁樣咁啊掂下佢嗰啲。大髀啊，荷包荷太咁啊，係啊，即係荷包荷太咁。咁啊，試過亦都喺係啊，咁啊喺會議佢場地，咁啊，我要揾地方，咁啊叫即係佢下屬啊，咁啊一齊喺電話 check 條路線，乘機咧，喂 check 到未啊？哇！咁嬌樣喎、啊。第六次喺五月，咁啊就喺被告人嘅辦公室，咁啊當時要準備視像會議，咁啊叫佢坐隔離，今次仲嚴重，隻頭啊，伸隻手啊。俾嗱，接近佢嗰條裙，然後喺咁樣摸佢大髀，結果人哋今次咁啊，即係咁啊，當然好嬲啦。第七次喺六月一號，喺即係置地文化東方酒店，又係開完會，又準備翻辦公室搭 lift 嘅時候，又摸咩 pat， 今次終於反抗，唔好摸我，哇！咁啊，然後嗰個佢對被告咁啊，上司還聽唔到喎。咁賤格喎嚇，咁啊終於八月七號突然間人事部就話喂，咁啊因為你銷售表現欠佳，咁啊就你要離職。事後啊真係慘，咁啊仲要即係出現抑鬱症啦，咁啊睡眠障礙啦，要食藥啦，又有胃炎啦，佢等等咁，於是依家就要告上法庭。咁啊第一咁啊佢就話咁啊被告咁啊就違反性別歧視條例，咁啊要作出書面道歉。要賠償佢收入嘅損失，就無啦啦你炒咗我喎，醫療佢費用咁啊，同埋聲譽嘅損失，即係呢啲真係。其實呢件事咧，我覺得雖然依家係啫，未正式判啦。我唔知道，但係我作為一個普通嘅人都作為傳媒啦，作為即係公開網頭喺好多人聽住話又好，你或者你有啲仔女做緊嘢都要一路要話俾佢聽，就話。有些東西如果在第一次動作的時候已經很清晰講得很重要的時候、那就不會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次。但會不會因為他即第一份工作他真的不敢呢？但不敢他的記錄性很我又會如果我是那個辯方律師，我會覺得對方是有故意或者一定用這些的。你幾月幾日你這麼清楚這麼 detail 的細節，幾月幾日第二單，幾月幾日第三單，你寫日記咁啊，當然我係控方嘅，我嘅律師嘅，係啊，我寫日記記低㗎啦，我已經忍無可忍，所以每一次我翻係好唔舒服，所以點解我會抑鬱？係啊，但係佢因為佢裏邊實在太細緻啲日子時間，當時邊度咁樣，你知啦。如果佢要打甩自己嘅，佢一定會話你有目的，你一路係咁去做。嗯、其實一路你比緊，同我不嬲都有呢啲動作，嗯、大家係拋眉眼，我以為你中意我添啊咁樣。因為我最近睇咗套舊片咁樣落雨喺屋企睇嘅時候，就係、是《聖誕玫瑰》啊、郭富城啊、同埋呢個桂麟美啊、做嘅嗰套戲裏邊都係外於就係你有冇一個比賽嘅識路人哋。如果我成日同你講嘢，或者你有啲女仔好興㗎，有啲女仔啊喺職場上面，大家都小心啲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唔好比賽識路人。
同你傾偈嘅時候講講啲思啲耳仔側邊咧，即係啲太跟住你又想講嗰啲嘢時候，嘅時候佢又係咁細聲，慢慢慢慢大家就會比較好似 close 咗一啲啊。嗯。咁跟住喺某啲情況之下，搭下車啊，搭一棒唔住啊，或者佢真係瞓唔著瞓咗，咁整下整下，其實唔係咁係代表咩噶嘛？嗯。即係我最近聽到你阿昌嗰個花生頭講話啊，佢同個女王咧，因為女王咧比較豪放咁，豪放係佢性格，但係唔係代表咩，所以大家唔好因另外就話佢勾引人。即係我著羽絨，佢咁講啊，引翻上我著住羽絨嘅時候，你都幾羽絨喎，大家都羽絨喎咁樣。即係呢啲説話，如果正常可能構成性騷擾，但係你。羽絨咯，嗱你明唔明啊？青年 B B 呢個係佢哋去咁喺節目度講翻出嚟，咁呢個咪會有人會或者側邊人睇，咦你兩個好好親密喎，好依偎喎，咁咪你下次再摸嘅時候，呢個其實係尷尬位嚟嘅，所以我就話喺第一次你覺得唔舒服唔好嘅時候，同埋你會醒啲嘅就係、是。今日人哋先發制人話你嘅銷售唔好，如果第一次摸你嘅時候，你已經係平機會，你咩時候根本唔會出現所有其他。隨時佢屈翻你係你自己工作表現唔好，你炒咗你懷恨在心，就老作咁樣。我希望就係話我哋唔係去評論呢一單，我希望由呢件事令到職場嘅女性咧，有時啲嘢就係要自己保障自己，保障自己或者所有嘅嘢。我中意崇尚裸體，唔係代表我要俾你睇。嗯，即係你係我性格，唔代表我行為係佢點嘅。因為以前喺 DBC 係一個係崇尚天體嘅。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我都中意睇啲相啦。啊，嚇！咁佢唔代表我係代表俾你去搞我㗎嘛。亦都唔代表我係好依時俾你上嘅，係嘛？即係等於就係、是。你係即係男人，其實好衰啦，即係有時又會錯意，有時就係、是、見你冇乜反應啦。佢下每一次係呢啲咧，係啲試探嚟嘅。佢試探緊你嘛？今次佢又咁，下次又多啲，再後屘多啲，然後就佢諗住咦咁都得，下次又再衝第二條紅線，嚇即係第三條、第四條。你去一晚落蘭桂坊，你睇下啲僆仔僆妹，佢哋點樣試探大家去搞，就喺你後邊度磨兩下，你唔反對。阿叔阿姐都係越嚟越近，跳緊舞嘅時候，佢哋好正式嘅，唔係埋你舞咁樣嘅，係好崇尚自然，就喺個舞池度喺你後邊磨兩下，得閒跟住隻手擺埋腰，跟住再嚟，跟住點？試過我有 friend 啊，都係咁樣啦，即係俾阿叔。咁阿叔問你一定零啦咁樣嗰啲咯，唔係就係嗰類咁樣，唔好話咩男都有啊，啲即係比較即係同性戀嗰啲，即係你話基嗰邊佢，佢都好興噶，埋嚟咁樣去同你傾偈咁樣，試下你接唔接受佢噶。嗯，咁男你唔通第一時間同佢講話喂你非禮我，唔係咁又識佢唔知啊嘛，唔醒噶嘛。咁你就要抗拒，識得撥一撥去走啊，鬆一鬆咁咯。但係女嘅喺呢件事裏邊，我好清楚睇到一樣嘢就係話。喂，唔好就係要一早嗌唔好，同埋如果你醒嘅就快一步上同佢嘅上司去投咗訴先。因為有時啲男人都好猖狂㗎，你都真係。你唔知道，因為越有，尤其是中國人添，你睇到上面出早排嘅網球手所有嘢，嗰位阿彭帥係嘛？即係事件咁，你就會知道一樣嘢，有啲嘢係。如果一早 say no 啊，所有嘅或者一早搞清會好啲咯，我會覺得就係話啊，咁啊出多一張相啦，呢張講黃思雅啲37歲少女，咁啊依家咁啊就係即係仲係37歲，梗係啊，咁話説啱啱對黃思雅，咁啊你算執到啦，160小時社會服務令，你呢啲不服定罪提出上訴，咁啊依家代表佢嘅即係大狀啦，就曾經做過私隱專員嘅黃繼儀，即係正宗蛇鼠一窩。我哋你唔使坐已經執到啦，仆街又話：哎呀，我中咗招，老母幾力衰退，但好多嗰啲對佢有利嘅即係證供啊、電話內容，全部記得曬啲細節㗎。我好似老母唔記得咗喎，我以為屋企出發，原來我出去飲咗嘢㗎。啱啱第二日去咗嗰度，我要去咗一分鐘，啱啊，原來我坐咗成個零鐘啦。咁撚樣呢條咁嘅臭閪，仲要話要上訴？呢條臭閪所以肥係啱嘅，肥係有理由嘅。係，你都係肥撚到越嚟越肥撚到只豬咁樣。連服務社會啊，邊個林講嗰啲義工都唔撚做，有冇嗱社會服務令好似冇案底噶嘛，唔影響佢噶嘛，即係判社會服務令，
屌你咪做咗佢咯，去圖書館執下書啫，你都搞咁撚多嘢。而另一樣嘢我唯一講嘅就係你好撚有錢咯，嗯，即係去上訴咁樣，你又不服，你擺明你就係已經係隱瞞呢個事實嚟噶啦嘛。你上訴埋刑期啊！我好老實咁講啊，我睇下你會唔會好彩天有眼撞到個法官個加個刑期。係啊，千祈唔好淨係判有罪冇罪嗰啲啊。嗱、嗯，你叻啲，你上訴埋刑期啊！我睇你撲街會唔會最後判你坐十年？同埋真係人叫斯亞，你叫斯亞，人哋連斯亞為斯亞幾索，屌你叫黃斯亞咁嘅款嘅，仲年紀差唔多，唉、哎，真係。真係嘥心機。聽日我哋睇一本，又好似我又買一本詩雅嘅寫真集。係詩雅，林詩雅，林詩雅都好啊，都話我認知幾個詩雅，四大詩雅係得黃詩雅佢咁嘅款。我有個淑女詩雅嘅，林詩雅。林詩雅正啊！林詩雅嗰本寫真集啊，聽日俾你睇啊！我中意，我又會支持，唔使有排 J 啊，係嘛？咁啊，最後咁啊就跟進下啦。咁啊，光頭 Bob 咁啊，同埋廿三歲姓葉嘅男士，姓葉嗰個就幫佢拍片嘅。咁啊，曾經自稱過阿即係阿。咁啊，攝影兒咁啊，阿兒嘅老公咧，因為佢都揾唔少明星就影相。阿兒個老公自稱啫，咁啊佢影張相貼出嚟啫，佢咁樣啫。咁啊，姓葉嘅廿三歲，咁啊5000蚊現金保釋就不得嚟港，一個星期要2日到警署報到。光頭波就不得保釋，咁啊要還押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咁啊看管。呢件事咧就係、是如果佢真係白卡，我哋都唔好。阿林亞斯啊，係林亞斯啊，係啊。即係嗰本拍過幾套三級片，是我聽日俾你睇，好正嗰本 ，OK 嘅啊。個問題就係話，做得喺度，今日我哋喺對住鏡頭，唔好話多有10000多人睇住我哋嘅時候，我哋要自己覺得對個社會有啲責任，嗯，即係咁講有啲責任。咁你今日唔係話淨係為咗個流量而講一啲，當然唔係講啲你哋中意聽嘅嘢就算。是講啲憑住良心講嘅嘢啊嘛，唔係話好嘅就係、是、你問心講句，其實即係我會覺得啦。咁佢如果係真係白卡，我評論唔到佢嘅。但係你哋咧，亦都咁講，如果將來啲嘢咧唔好封存或者冇咩咯，即係屌完佢就算咯。即係佢自己叫白卡聯盟，即係係咪真係白卡咩都要係醫生啊嗰啲就。咁而家警察話俾你聽，佢從來冇呢啲記錄啊嘛，拉佢嘅時候已經講咗，佢話佢自己嘅。咁但係再 detail 啲，我哋未知啊咁樣。咁但係不過入呢啲男童院都嚇，佢實有人搞佢啦。好老實咁講，呢啲最男童院就最咩啦？逼仔嗰啲最好玩嘅，我成日都講啊，即係喺點解大逼細逼話點解逼仔會有咁多呢啲欺凌事件出現嘅，就係話。因為入得去嘅講真係社運少、學歷唔高，所有唔關事嘅，即係唔係話你哋赤柱啊，所有嘢裏邊有律師、有醫生、有議員、有乜逼仔嗰啲，真係可能喺社會最低層嗰啲，犯事啊、販毒啊、打交所有裏邊，佢唯有用翻古惑仔嗰套去管理你，或者揾古惑仔去管古惑仔，咁你就撲街啦，即係。基本上而家今日出現嘅嘢，我哋認知或者我喺裏邊聽到裏邊嘅分析就係咁。好，咁啊，即係大哥，咁我哋今日講香港新聞就差唔多啦嚇。係啊，下一節亦都有啲老朋友咁啊，就上嚟啊。咁啊，聽日圍爐再見㗎啦，我哋馬高白啫。好啊，基本上就係、是。